是九霄，也是谭松韵，是今天本次航班的副驾驶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，期待我们一起经历在爱奇艺一场陆航飞行天团的荣耀启航。好的，再次欢迎我们的乘机长，接下来有高频都过命了，对，过命的交情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跟松韵聊一聊，这一次塑造了这个就是女飞的角色，而且不光是在剧里面她是一个女飞，真正还是所有女飞里最优秀的。那谭松韵本人对程潇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什么感悟吗？对什么？对程潇，就你对这个角色。就我一直说程潇是我姐，她非常让我就也很值得让我去佩服她。对，她身上有太多太多的闪光点，她很太丰富了。那这么丰富的话，能不能找到一两个点说可以包陈松韵，让陈，对不起，陈松韵，陈松韵，哎，你姐结合起来了，方能问陈松韵本人可以去学习的一些经历呢？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没事，很荣幸。